穿越火线吴磊疑私翻成功，所以鹿晗是真的哭了吗？最近娱乐圈好像私翻位的事情越来越多了，从闹得沸沸扬扬的青簪行，再到最近热播的三十而已，再到鹿晗吴磊主演的穿越火线，感觉娱乐圈就是一个小战场，不是艺人们明争暗斗，就是各家粉丝间互相 battle。 鹿晗吴磊主演的穿越火线是一部电竞题材的网剧，时下电竞已经成为非常热门的话题。穿越火线从去年官宣是双男主，但明显有先后顺序，也就是鹿晗一番，吴磊二番，想想也是，两位都是流量艺人，就算是双男主，在大家的心目中那也是有一番和二番的。那么这代表吴磊算是私翻私赢了吗？由此鹿晗粉丝开始手撕穿越火线剧方，不仅去剧方官微讨伐，还在网络上对此事进行渲染，强烈谴责穿越火线剧方的行为，要求他们明确鹿晗一番男主的地位，并对模糊番位的行为。